我哋等下等下啲朋友仔进入到去呢个 room 度先。我今日嘅发型系唔知点解有啲怪噶。哎呀，整暗咗，系冇人噶喎，好嘢！我都未揿添。那道没干，即刻见到有人嚟啊 ！Hello， 大家好。嗱，喺呢个 moment 咧，我系发觉我开唔切其他嘢噶，同埋咧。是啦，我而家系玩紧另外一部电话。请检查连线，佢叫我点解啊？唉，我都唔知道，我好后悔，我而家好后悔，即刻开咗。三二一喎，三二一又即刻得嘅开灯嘅开灯。哎呀，做咩？哎呀，我部机啊 ，Hello from Malaysia， 好，唐兄要靠你同我哋讲住先。我依部机有少少 detail 差嘅，因为。Hi。你哋好，好耐冇见过唐兄，大家。Hello，Hello Wendy， 认得你个 account 啦 ，Wendy。我点人哋个名都好惊噶嘛。咁佢写住 Wendy 噶嘛个名度，我呢边啊。哦哦 ，Hi， 而家系有三部机同时直播紧啦，然之后咧我系开唔到另外一个嘅。唔紧要，好快搞掂。系啦，咁咧今日系。唉，死火了！唔死火，冇問題。你快拜年先，我消失一陣。拜年，恭喜發，恭喜發財嘅歌唱嘅，恭喜發財。匿埋咗。歌係點？好啦，大家咧其實係轉發啦，就可以咧你叫埋你朋友一齊嚟聽啦。咁樣如果今日我哋有講一啲嘢好笑咧，咁你哋先可以一齊笑噶嘛 ，OK？ 咁嘅咩？唔係咁嘅咩？哇！呢個電話係直情個 mon 都 detect 得衰嘅。點解啊？冇理由。咦？邪咗添呢個電話，整好少少先。江南女，唐偉 ，You still remember me？ 我好中意聽。Remember me？ 最中意人哋講一句，我就唱一句。係咩？咁我講恭喜大家發財。OK， 同步啦，終於到我做嘅嘢都係。Hi， 因為咧今日咧同上一次都一樣啦。好辛苦，好似個品字咁而家。係啊，咁然之後咧，我哋係會同即係唔同地區嘅朋友咧都係。一齊同步直播嘅，咁無論係香港地區啦 ，sorry 啊，無論係香港啦，同埋廣東省地區嘅朋友咧，都係一齊直播嘅。係啦，終於開始啦！我係要褪到好後咧，先至三部機係見到曬。咁喺唐兄嘅呢一個呢個係 Facebook 嚟㗎。咩話？哦 ，Instagram 嘅唐兄嘅 Instagram 都直播緊嘅。咁大家就中意咧，就可以睇你哋自己中意嘅嗰一個social media 啦。方便。係啦。如果你係我朋友嘅咧，唔該你唔好打俾我啦。我咪應該教翻飛行模式咧。冇用㗎，你有 WiFi 啦都要，最後冇用㗎。唔係飛行模式係唔關 WiFi 事㗎嘛，係咪先？好。不能免㗎呢啲。新年快樂！祝大家最緊要身體健康啦，同埋同埋咩啊？同埋身體健康啦，同埋步步高升啦。步步高升。步步高升。步步高升。呢、這個我覺得樣樣嘢都順順利利啊。係，好緊要。我今年咧 send 一定要好發財嘅，順利已經好好其實。send 得最多俾人哋嘅咧，就係希望人哋逍遙自在啊。啊，好好啊呢個。係啊，呢一個係好好難㗎。好難㗎，我自己覺得係好。你又幾兇波我哋而家？我覺得得。我說，我今年祝福大家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哇，好光哦！就是逍遙自在，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係啦，我今日呢個頭咧，我懷疑個配音力夾得太亂，所以我而家搞到自己咁樣。過咗。怎麼忍心讓你受折磨？是我給你自由過的活。嗨，逍遙自在耶！哎呀，送只雞仔俾我好得意啊！送出吉祥如意給我啊！加成一喎。係啊。
越嚟越多人觀看你嘅影片啦，目前觀眾嘅人數為250人啦，喺 Facebook 嗰度，但微博佢有2400多人，好厲害嘅。咁咧就係啦，觀眾群唔同啦。咁咧唔知道大家而家做緊咩咧？我哋係食咗飯嘅，你食咗飯未？食咗飯啊！我食咗個餃子先出嚟嘅頭先。哇！叫做食咗飯㗎啦。女士是不同的，不是，我吃了餃子，然後即個底啊，是有一堆的菜的。等等，有人問我為什麼最近經常戴帽又說我甩頭髮呢？我是沒有的。不是，唐兄好笑，是太濃密了嘛。唐兄好笑，他就是呢他剪了一個他駕馭不到的。是啊，沒錯，是啊，即以為自己很型啊，試試再型一點，因為貴爺咁跟住咧，咁跟住就跟住好似好懶日系咁樣咧，整到嗰啲勾勾頭嗰啲咧，唔得啊，唔得啊！懶日系啊，仲係啊，唔得啊，所以最後都係要搞搞佢。好，咁咧我哋今日嘅選歌方面咧，咁就因為上個星期咧咁有鄭中基嘅演唱會啦，咁但係嗰刻咧我就唔喺香港嘅喎，因為我就同我嘅婆婆。過新年啦咁樣，好驚我而家有人微博評論緊咧，會即刻彈咗啲嘢出嚟咁樣咯。會點㗎？好驚，即嗰啲 notification 嗰啲啊。係咯。係啊。會點㗎？冇嘢㗎。我好驚佢彈咗啲嘢出嚟咯，係啊，好好笑。佢就話：我係你嘅腦殘粉，好深啊呢個字。腦咩？腦殘粉。腦殘粉。O K。米味啊，即係嗱，而家又可以咧一齊去講一下呢啲文化嘅小差別啦。就係我近排喺內地探親嘅時候咧，就係學識咗米味。咁啊，譬如見到啊吳亦凡啦，然之後咧然之後我表姐就話咩啊？唔係吳亦凡咁啦，咁啊春晚嗰啲會見到佢哋啦。咁然之後我表姐就講話，我是他米味啊咁樣。但我表姐明明廣東人嚟嘅，但係一定用米味呢兩個國語咧，即係好迷佢，係咪可以咁講啊？即係好超級迷米味啊啊點講啊？迷迷迷啊迷迷語個迷啊？咩迷啊？邊個迷嘅迷？迷咩？迷失個迷啊！跟住咧，米味妹咯，一個阿妹個迷妹哦，嚇呢個咩啊？我明白啦。冇錯，藤迷啊，有啲人藤迷。咁我係咩米仔啊？米。冇米仔喎，但有小米，大小也有，大小都有，系啊。佢话我系老肠粉，OK 喎，OK 喎。定系你调转咗嚟写？唔系啊，唔系啊，即系 Facebook 呢边人话我系老肠粉，即系边啲老肠粉，好好笑呢个，我会记住呢个笑话噶啦。系啊，咁然之后咧，咁我喺內地咧係冇嘢做嘅，每一日都係飲茶啦，同埋你只能夠睇春晚，最開心就係睇重播咗嘅 F4 咯。哇！正啊呢個。冇錯，原來好耐之後我發覺係重播嘅，就係咁啦。好啦，係時候唱下歌啦。哦，咁頭先講到咧，我係 miss 咗鄭中基演唱會，咁所以咧決定今日咧我哋離開一個。唔係，即係堂妹點唱機唱下鄭中基嘅歌啫。好，送俾大家呢首歌。時間和人物地點，願一起發現，一起去探險。傍晚和長夜白天，讓在往年重演。高音嘅位。等等。我哋琴日試，嗱我哋琴日係專登去試咗噶，我想講。想起 OK， 我哋再一次，頭先咩都冇睇過，係咪重新嚟過啦又？時間和人物地點。碎片，渐渐沉。
唱 ，Come on！ 时间和人物地点。系呢只啫，净系呢只啫。系，唔系我 mark 我 mark 我先，系多手。我决定要中间分界，表示我不满。咁叫咩？好。咁咧，除咗呢首呢一个头先啊，头先啊，时间无人物地点系我以前好中意唱嘅之外咧，咦？有人送压岁钱俾我。哇，正喎！好得意啊！他們有很多雞年，雞字是很容易有那些同音字的嘛，因為國語是、哦、所以我看到他們呢每一個 上去的電視上就會要作一堆雞年的這個賀語啦，是啦，他這邊有一個很厲害的金雞於火，金雞玉火，即是沖涼的玉，浴室的玉，有沒有那個祝福語呢，是四個字都好像個雞字咁嘅咧。我哋希望直播之前咧可以收到大家嘅一個 message 啦。你問下一直播嘅聽眾。一直播嘅聽眾，雞全部都係雞，呢、這個我識啦，呢個我識啦。我今年有祝人哋豬肉發達。個雞肉發達。雞肉發達。OK 喎、哦。冇錯啦。咁我希望我哋可以每一首歌之後都講一講。好可愛哦。呢個係我哋今日嘅遊戲。即是我們唱完這首歌之後記住一定要講一句哇好難怎樣啊這個什麼綜藝節目裡面變了這個是不是我們要整一點綜藝的東西下去可以因為大家實在太高要求了我時覺得咦雞年有雞情喎、啊、人好好笑這個人人人有轉雞啊我覺得好犀利，人人有轉機。OK 喎。係啊，呢個係唔知邊度嘅朋友咧 ，Leo Brown。咦，咁我都識喎，人人有機會。人人有機會。係啊。好，呢首歌啦，跟住呢首歌都係阿鄭中基嘅。冇錯。係啊，鄭中基哥哥嘅，咁樣咧。好難彈啊！你個吉他。我好記得咧，我有一段 YouTube 嘅片咧。是唱這首歌的，而那段時候我是肥到一個地步的。是嗎？是你是，是啦。大家不如share一下出來，看一下，我沒看過玩的。是啦。咦？到一個點？喂，為什麼每一次都有人很想唱這首？什麼？唉，算吧，他們都是說說而已，放心，好快有一隻新人，我有一隻更勁嘅。點樣啊？嚇！誒，好勁嘅，我唔唱得出嚟噶。但係有啲朋友已經知道咗呢件事啊，我會聯同埋咧唔同嘅幾個嘅朋友啦，甚至乎有一個好多人都識佢嘅專業鼓手咧去做一件事，就係咧為咗一個四月嘅時候咧有一個咧全球性嘅節日咧，為咗響應佢咧，我係會四月，我係咧專登為呢件事咧。嚇？係咪一號啊？不是復活節啊？不是4月16日，大家是不知道的，但我 check 過我知道這件事是。你覺得他們不會 check 嗎？你現在這樣說完 check 了他們都不會知道，所以呢跟著我就專登呢是重新改了一隻大家都認識的歌的詞呢，是歌頌他們的，是很厲害的，這個歌我包不爆，現在唱來聽聽私底下是我給貼士，你只有我才有得，只有我才有得，大家可以找一下這個歌呢是跟管理員有關的，咪死咪，咁都估唔到係咪？唐興好靚仔，唐興好靚仔，喂，有人送個瘦面針俾我啊！瘦面針，我需要嗎？很瘦。嗰啲壓水錢係咪可以有真錢有嘢？我唔知啊，有人送咗三隻吉祥如意俾我，好笑。今天沒電話打，是啊，我們今天是沒電話打，因為我發覺是很忙亂的，然後你要明白我隔了那麼久是很多歌想唱的嘛，我是歌手來的嘛，你明白不讓我唱歌現在好了，唱這首歌給你聽。
开匆匆数年，竟发现我到这天走不远，白明闹市里孤孤单单再流连，如今却没法有半天可相见。问我猜，其实想起了你，我的心会乱。问我猜，还是想起了你的哀怨，披星戴月坦坦色的意何时？当天那样痴心得没有分寸，我与你不觉路远，我与你只觉热恋，仍然能缠绵度过漂泊岁月，乍看不见。一生里面多少烟花会重燃，心里面多少天没有风雨，你教我失了预算，你教我感觉善变，如何能提防在那欢笑背后会有底线？是能回来共我一切放下再爱一遍，一生里面多少火花会燎原，心里面多少张亮过的脸，我压上千注万注，我着第一次大意，而完完全全没法输了以后再战一次，一生里面多少火花会燎原，心里面多少张亮过的脸，我压上千注万注，我却这一次大意，把输了以后再战一次。咁呢位连我咩嗰度咧？吓？玩呢啲？冇啦。耶！但我要纠正翻一个字，就系、是。披星戴月，戴月，我唔读错。坦坦剔剔，披星戴月系啦。系啊，呢啲位叫咩？披星坐月啊。系啊，我先谂系，但我头先都冇读错，但系我只想重复一次记得啫。我嘅学习方式就系咁噶。应该叫 One More Time 啊。One More Time 有冇人识啊？有冇人识呢首歌咧？我系你咧，唔系你话要唱咧，我系忘记咗呢首歌嘅。真系噶？即系咧，成日都有啲咁嘅。即係好似咧，想當年啊，想當年我哋整呢個畫火柴啊，即係佢一隻好正嘅歌，突然之間突然間仲唔記得咗佢，跟住一唱翻就哇係喎，真係咁正嘅歌唔記得，即係有咁嘅感同樣嘅感覺嚟㗎。唔係㗎，你閃嘅淚光嗰啲都係㗎。閃都會係，咁但係畫火柴我就會深啲，因為真係點解你掹住個鼻？祝大家新年快樂，金雞賀歲！叽叽叽叽，咚叽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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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Hello Nikki， 嗨！你在香港还是在台中啊？唔识，啲人话唔识。我想讲咧，大家记住咧，快啲转发呢一个直播咧，咁就中嗱中一齐中中。中樂樂啊，中樂樂，青搖，我都唔講。青搖啊，學兄會係未查清楚嘅嘢唔講。一齊中樂樂係嘛？一齊中樂樂，定係中樂樂咧？好惆悵，有冇開落播聽？好周長啊！乜嘢啊？好係啊！你而家先諗到啊？會太快。好，大家快啲記住轉載一下啦！哎，有十七人分享了，让他们知道你很感到荣幸，多谢。好，咁啊，睇唔到弹吉他嗰个，对唔住，对唔住，系咪要转一转啊？得个人得咁样。哎，嗱咁样得啦 ，OK 啦，咁样得啦，咁样得啦。得噶，都系睇唔到噶啦，唔紧要。唐兄好靓仔。即系大家嗰个面派太勇咗。哎呀，我唔记得带翻唐兄俾我嗰个超级 Sailor Moon 利是封俾我。哦，利是封啊。系啊。等
下年咧，下年下年送第樣咯。下年送個雷同埋時空嘅。其實咦，唱披星戴月，披星戴月係一首歌嚟。係另外一隻歌嚟㗎，不過我多謝你 ，Dicko Thomas 啊，中樂樂不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啊嘛，係啊，但係咪樂樂啊？但係呢個咧好似係咪樂樂啱唔啱啊 ？Excuse me， 係咪某台有台嘅縮口號嚟？好似係咩？好似係喎，唔知喎。咦？有人話唱四五六 wing 喎 ，One two three 齊話聲四五六，哦，係咪 ？I love wing。我其實中意佢嗰首 Love Love Korean Girl， 哎呀，我真係要，好似我唔止一次講過噶啦，其實唔好意思啊。好，喂有人，喂有人話叫我唱《好心分手》喎，係啊，近排咧有睇翻《好心分手》，即係嗰啲咧誒，二零一七還在聽嗰啲咧。喂，唱啊！好心分手。你識唱啊？是否很驚？我係可以扮羅夏嘛聲噶，是否很驚啊？係依個聲啊，是否很驚啊？講不出説話。係我好想唱。好啦，而家你如果你勁俾 like 我就唱啦即刻。即係夠四千個 like 就唱嗰啲。我哋一齊咁樣。第一 cap screen 唔該。cap screen 唔該。但係佢哋又要 cap screen 又要勁 like 啦。哇！連唐兄呢邊 Instagram 都有。係啊。好，我哋唱咯。你我哋好容易，好容易被說服噶咋，我哋其實係。你唱，你是否很驚訝？我要扮羅海音。是否很驚訝？講不出説話。啊，係咪第一句係咁啊？我啲。是否很驚訝，講不出説話？沒錯，我是說你想分手嗎？你歌就像綿羊，大概啦嚇。那裡仰望你一下，你知嗎？回頭望伴你走，從來未曾幸福過，做過湯，渡過火，唯有那麼奈何。下半生陪住你，懷疑快樂也不多，沒有心別再拖，好心一早放開我，從頭努力也坎坷，都都不要好過，才年歲月那麼多，為繼續而繼續，沒有好處還是我，卻注定有一點苦楚，不如什麼也失破。I believe， 誰亦有動過真心。呢個唱埋兩句啊！勁，我扮唔到葉文輝啊，大哥。唔緊，慢慢。對面對開心。我要記翻點彈啊！即刻要。I believe， 誰亦有為愛犧牲。要得到的是明亮，要做最深愛人。哇！閃唱啊！我哋都係回復翻我哋嘅軌道先。其實跟住可以播，可以播燕尾蝶嘅歌算啦。係咩？係啊。燕尾蝶纏住了。係啊。佢話唱埋垃圾，誒唔可以咁貪心嘅，又唔可以當翻垃圾。係啊，下次喂揾人幫手，下次誒 tag 翻阿 Candy 姐，即係真正嗰個原唱者啊。真正 Candy 姐啊。係啦，跟住咧。哇，係啊係，有時候又要唱生日快樂歌啦。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友生日快樂，祝二月生日的朋友生日快樂，祝雞年行大運的你生日快樂。特別都講，如果有個朋友有睇嘅，我祝佢後日唔係大後日十號生日快樂。阿Malu生日快樂。Malu生日快樂。大家哥唔喺度。其實咧，我今天是大少了一部電話嘅 ，CW 也有看堂妹，邊個是 CW？Excuse me。CW 咪我咯。邊會啊？你。Cloudwin 咪雲峰咯。CW。台慶生日歌你搞錯了啦！台慶生日歌不是咁樣唱的，是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咁樣啊，跟住係，冇錯，我記得唱《冰雪奇緣》，塊面咁紅，旅行的意義。我而家淨係睇到啲字就，我而家撈唔到嘢嘅，其實係咩唱你很肥係咩嚟㗎？你很胖啊！哦，你很胖啊！你很肥，我第二隻嚟嘅喎，喂，做個湯乜嘢啊？好耐冇見你，好多朋友，好耐冇見唐卿。嗨嗨唐卿，你先嗨嗨先。嗨，好。跟住嚟唱一首，我覺得好難唱嘅歌，我覺得。我本人覺得而已哈，你要知道。想講咧，我又好似。你會寫啊？咩啊？呢個唔係。呢個係原 key， 你好似原 key。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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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熟了這首歌，我已經玩到。如果大家呢發覺我突然間個額頭呢露出來呢，一定要提醒我，因為呢我今天這個額頭生了暗瘡，我貼了暗瘡貼在這裡。我不會被你們 capture 到的，應該這個 key 我試試十月十，嗯 OK 這個噔噔噔噔噔，我繼續看送给大家一首歌啦，《修炼爱情》。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不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茫，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练出泪时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每一张脸去养一你身上，每张想念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路灯把痛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我们一起换版本，看版本的 OK， 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哦，
面去养鱼身上，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笑着说爱让人疯狂，哭着说爱让人紧张，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我。你想听听啊？好啊。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将恋去养你身上，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将恋去养你身上，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谢谢，系呢首歌系最尾先加落去嘅，所以执过嚟有啲渣嘅 ，sorry。啊，好热啊，我现在好热，你觉得应该开冷气啊？呢个冷气好，你可以嘅，好冻喎。我以为你话呢个冷气唔得嘅喎，咪好冻你仲开？手机电量不足，唱首好不好？富士山下拖。哎，我们没戏。好，等一下。脱掉。其实超级想要找，就是有一个聚会，就是可以让大家就是，如果是吃饭之类的就好了，就可以跟大家就是谈谈啊，就是好像朋友一样，就是。谈一下话，其实很想这样，一直都很想这样。我不觉得 fans gathering 一定要是我在台上可能吃蛋糕啊之类的，然后你们就是在下面，就是可能举着牌没什么东西做。我觉得我一直都不觉得是这样的。Anyway， 好，哎，有人刚才有写到一首歌哦，摔到分手，哒哒哒哒哒。好，我只会这一句而已。好，唱给你听。天后你好，我叫黄生，关注的主播哦，谢谢。那边送仙女棒，我成日好想知咧，系咪我控到咁近，大家系会俾多啲 like 噶？咁、哦、我试下自己度 hi， 应该唔会啦。咁你见唔见到我粒暗疮？哇！即刻走一个，Hello， 宝鱼 CP 同意。送我压岁钱，哇，有14个、15个、16个，一直数17个，哇，我有好多钱啊，18、19。好，同兄一路做 squat， 22下啦，而家做到。即刻停啊！即刻人送能量棒啊！即叫你更加要努力做。OK。大家有睇我 Instagram 同埋呢一个看到，见到暗疮啊！遮住即刻，到咁粗佢系啊！佢话啲人问我你可唔可以正常啲啊？咁样我就喜欢这样，这样呢个系最正常嘅咯。系啊，而家已经最正常嘅啦。系，同埋喺镜头喺度，我系会唔小心就唔小心就做一啲唔正常嘅嘢。好兴奋咯，个人。诶，过两日咧，林明康演唱会啦，有冇人已经买咗飞啦？我算是這樣，作為朋友在我的直播那裡說一下。但其實已經沒有了飛了啦，是啊，可能只有 artist 才有位進去的，是不是？唐卿瘦了啊，人們說說大話，我自己知道不是，明明自己開心我不開心說大話，我不知道不是的。暗爽暗爽暗爽啊，哇，很多人送的雞啊，好得意啊，喜帖雞
果冻 B B。起跳街要唱 IU 版本。你上嚟听下，我真系好想知系点样咧。究竟 IU 版本有咩唔同咧？我净系望，我成只眼净系望到 IU， 我睇唔到，我听唔到佢唱咩。忘掉错过的花。好，呢、這个时候咧，唐兴要唱歌啦。系系喎。所以我決定在隔離伴舞的。你想坐前一點啊？可不可以坐前一點啊？我就個吉他篤到你。唔緊要。好啦，咁啊，咁得噶，得噶，得噶，咁得噶，少少咪得咯。反正我成日俾人扮嘅。快啲俾多啲 like 先，唔係我停止佢，停止佢彈，或者 burn 咗佢，唔知我啲乜嘢。又 blur 呢啲男人嘅歌嘅神隻，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還是有雨。當初的堅持，現已令你很懷疑，很懷疑你最未等到，只有這苦詞。抱怨幾多次，失手再重全力背書，所得竟不如別個後輩收成事。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闻道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低极伤你的石头，从里吸收，也许丰收，缘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内阳城顺走，自己先知熟透。做咩啊？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低结霜。从窗里吸收，也许丰收，缘分尚未到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爱让成顺走，自己先知熟透，谁都辛酸过，哪个没有。我喷壶啦，我有伴舞噶，佢哋好衰啊！咯，伴舞躲到哪里去？伴舞躲咗去和音啊！躲到哪里？超衰啊！普通成熟时，好男人嘅歌啊，男人歌，你唔识咩？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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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彦斌喎，人痴。像雪又唱出我的情节，好正啊！系呢首歌好好唱啊，真系好好到位啊！哇，点样响啊？都话噶啦，关闭。哎，我知佢边个嚟噶。喂 ，Wendy， 唔好 send 嘢嚟住啊！唱到好似倩女幽魂，凡生唔系呢个秦勇嚟讲佢。喂，唐兴呢首歌啲人话你唱喎，不如你唱啊！咩？哇！哎呀，對唔住，對唔住，勾住，哎呀，哎呀，喂，對唔住啊！唔緊要，唔緊要。因為咧，喂，如果呢個歌要我唱咧，我係彈到嘅，想講。OK， 因為佢執咗一個淨係 for 睇唔切啊！熄咗燈喎上面，好驚，冇電啊佢。定係佢？唔緊要，唔緊要嘅，真係唔關事噶。真的不關事。啊！我覺得佢因為太耐，所以熄咗。佢一陣都會熄噶。哇！好光。冇咩？太光。爆啲啊嘛！爆啲。不好咩？爆啲啊嘛，奢侈少少。好熱啊！眼燈。係啊，冇啊，奢侈少少可以點樣啊？啊？爆啲唔好咩？係啦，我喺我一陣你爆。我翻去研究咗啲咩咧？喂，如果俾你中咗六合彩，中咗一千萬，你首先會做啲咩咧？首先做啲咩啊？認真嘅。唔係，你會做咩？你直接講。
捐咗十分一出去俾人哋咯。好啦，我就嚟教大家咧。如果中咗千萬，首先做啲咩咧？就係、是、數一數啦。邊個教你啊？岳雲鵬啊！幫我中咗春晚讀啊！然之後佢仲有一個好笑嘅，好笑嘅。呢個好笑，呢個 OK。大概係咁啦。大概是這樣，那就是說什麼呢，即這個是等於怎樣將長鏡錄爆，我決定轉頭先說給大家聽。我先伏筆出來先，是不是好笑先？這個好笑，這個好笑，數一數，數一數，你數一數嘛，這個好笑，厲害，這個好笑，我都覺得好笑。我是跟我爸呢，是在一路看一路在大聲笑，很大會音啊，有那間屋。就是數一數啦，好像很厲害。好好啦，再來繼續啦。如果呢我們再不唱歌呢，人數就會下降的了。已經下降了，已經下降了，50人了，人生就是這樣啦，上上落落，所以記住什麼，數一數先。好，送给大家一首歌，剛才很多人都点这首歌。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再换一个最爱你的人进行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筑起了底线，适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剧落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怎么变成怎么样子才能演好演卷，原来当来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
选择而表演这种成全。又見到暗瘡的人，又見到我的暗瘡，爽啊！呢首歌係好中意，喺時坑，我又好中意食芝添啊！哎，我得個芝啦，係啊！我成日 share 嗰啲片啊，之前。好，等我都 like 下大家啲，哎呀，係喎，我可以 like 大家嗰啲評論嘅喎。哇！喺而家先出嚟，而家先租我，你真系啊！喂，有人点恋爱大过天？我今日都有谂起呢首歌喎。同学爱新鲜，恋爱大过天，忘记有益的格言。多甜，现在黑淡坏厌。黑淡坏厌，你想点啊？然之后啲。黑淡坏厌多甜，现在黑淡坏厌，我成日唱呢条。女校男生啊，孫燕姿我懷念的，係喎，有人點過孫燕姿的歌嘅喎。我唔記得咁頭啊。TOOMAYOO 就係唱咗另一首。我愛上讓我，我有以前都有細個都有扮嘅。分分的一個人，我以為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但那橫衝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看罢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我怀念的食物，还填唔到落去。太高音啊！你呢个起到太高音。系啊系啊。我怀念的食物，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系咪啊？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也记得那年上学得我自己喺度开心唱。OK，anyway。No. 好，跟住落嚟继续唱大家点播嘅部分啦。系咩？嗯，唔准备唱。有人话唱到此为止，我再没勇气对你讲旧事，没有勇气接碰另一次。有通宵倾谈，但已经顿成往事。只得我怀念，多么讽刺。我想唱《致喜帖》啦，有首歌。哒哒哒，前尘有嗰句咧。跟住系六秒钟过的花，当初的你别跟着那位他。打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并一同倒漆下。我的家小差都出过千里的那份红茶，温馨的光景不过这出到会啊会吗？等不到下一趟是吗？但我而家对唔住两个歌手，我对唔住思嘉同埋对唔住阿 K。怎麼會呢？可能他們突然發現，原來可以這樣的，原來是這樣的，原來是這樣的，這樣的。轉燈燈，好好，現在不要了，不是。每天愛你多一些，唐興小唱。而每過一天，每一天，這醉者，原來你多些，再多些，再多些，只滿些，我發覺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最深者，
唐卿的美麗之最，唐卿版的美麗之最嘛。下次尋找到美麗之最。下次好，好啦，跟住繼續唱啦。會可以。就嚟夠鐘喎，都未唱曬啲歌啊，點算啊？喂，呢首咧唔係唱呢首歌咩？哦，好啊。係啊，好多人點呢首歌。好啊，係啊，好啊。哇，咁你等一陣先，因為咧，等一陣啊。哎，得啦，冇問題。我哋今日就中意講嘢，其實就好係。好啦，繼續啦，我哋嘅點歌部分。呢首歌一定要唱啦，雖然上次都唱過。死啦！呢句點唱噶？等等，得。咁慢嘅咩？太又太快嘛 ？OK。再打个板，唔系入唔到。入唔到啊 ！OK， 我決定咧點樣咧？當我哋呢啲揾唔到嘅時候，就可以點？我就繼續唱，然之後佢會揾翻我噶啦。在等河畔左岸的咖啡，我送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你自己错谁？告白气球，风吹了黑夜，微笑在天上。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恋爱的回忆，亲爱的的梦境全都有你。再说我愿意。因为我哋仲有六首歌未唱，等佢唱短啲。但系我哋好想唱首歌喎，所以咧就唯有即時減散。跟住咧，有咩打算？跟住繼續落去嘅，我哋係。繼續落去係嘛？誒，呢個好啊。係，我哋最尾先唱呢個。都得。呢個可以。咪最唔理住啊？唔理住。好。或者最後先唱呢個。我本身好啊。誒。我想知道你唱咩咧？好。是的，人生就是如此多分。哎，我先有做东西等等。在这里。好，来干一杯，干掉。这首歌是我喜欢的，完全不关大家点播事的。一朵云能载多少思念的寄托，在忽然相遇街头，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都明白什么都变了。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在时过境迁以后，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且铭心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地球它又公转，记住了。
真心希望你能幸福。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当我了解不爱留恋，回忆都是负荷。生人送给大家，陌生人 Stranger 好，想不到一句歌是可以唱到 Stranger 有隻歌的，但我忘記了唱着這一首歌，這首歌沒錯，唐卿又是時候表演了，將個鏡頭交給他又拿回屋子出來差點整理了電話。好，我是負責伴舞的嘛，是不是 OK fine伴舞，哎，成日唱，成日唔記得歌詞啦，呢個歌，哎，伴舞，得閒唱，伴舞，好，琴日有人冇上到唐卿吉他班，覺得好 hurt，I know。
波，佢哋話。唱短啲。嗱嗱嗱嗱嗱。謝謝。謝謝你們。好長嘅本來原來，唔好唱咁多。好，繼續。嗯。嗯。係咪呢個？嗯。咪接住落。接住落嘅。好啦，呢首歌是大家的點播嚟嘅，我是有參與到喺呢套電影裏面嘅好少嘅部分，但係睇下大家有冇發現到我究竟出現咗喺邊一 part 啦。好。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是前向前走，一定只有路走，没有尽头，纷纷扰扰着世界。有咩分別？讓我留在你身邊。身邊呢個四川，我剛睇完呢個咩火鍋英雄啊，然之後就全部國語都變成四川腔，即係咁講啊！唔使，呢度冇事。
繼續。我哋而家咩啊？唱着幸福。唱咗啦，呢個呢度，咁就可以。最尾先唱其中一首啊。得，呢個好啊。咁咧，我哋揀歌嘅時候咧，都揀咗啲我哋嘅童年回憶歌啦。咁呢個咧，我哋就回憶需要心，需要一種氣氛。玫瑰花需要交代未來的質感，我忘了，爸爸忘了。好，我先看看大家的 message 先。你的童年我不懂，好 hurt 啊！我的童年失蹤，我好 hurt 啊！好，大家是有幾多人80後？唔該舉手。八十后，谁是八十后？八十后即系八十后。谁人会爱我这种孤儿仔，流浪到谷底，恐怕我已是个热恋的后遗。有冇听过呢首歌？我以前就是聽這個芝士 Gooby 大的了，知不知道？到谷底，恐怕我已是個熱戀的後遺，男人無人認證，貧窮但美麗，但想無力等待轉世，我這種傷勢。是啊，好好九十時啊，好好嚟，我哋繼續唱啦。呢幾首我哋做咗一個 medley 嘅歌，希望大家可以記得咧，希望大家可以之後寫翻曬啲歌名出嚟啦。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在蜜月套房又换过就可自入自出仙境，情愿获得你的尊敬，承受太高傲的罪名，挤得尽你臂弯如情怀渐冷，你算辜负也伶仃，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取坏明智，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未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再打搅爱人。
对不对？杨杨杨千华 Melly， 杨杨杨杨千华 Melly， 杨杨杨杨千华 Melly， 杨杨杨杨千华 Melly 哟。原来平时系咁作过。我哋仲有一个嘅，女创作，仲有一个嘅杨千华，杨千华，冇啦，系曾建明。沒是你有共鳴啊，楊千嬅，楊千嬅，沒想到，還沒想到，還沒想到，好，得得，好啦，咁作為一個創作歌手，咁梗係要唱下我哋自己嘅歌嘅，呢首歌咧，邊只係你唱？好得意嘅，啊，就係咧。唐英填詞嘅喎，然之後我作曲嘅喎，突然間調轉咗身份嘅喎，我哋唱半首啦，咁咧就係、是、咁就就會係今日呢一個直播嘅最後一首歌啦。咁咧就希望大家係下一次再入嚟我哋嘅直播嗰度玩啦。度玩度玩。度玩啦，度玩啦，度玩度玩玩啦。好，我而家睇下大家有咩同我哋讲先。普通话听不懂，好，你好。你好。杨千嬅，十分精。我刚才就是唱这个咯。因为呢个可以玩咁耐噶。哎，头先咧，我哋咪我咪话中咗呢个春晚毒嘅，咁然之后仲有春晚毒系点？第二个笑话系咩咧？都是跟呢個醫院捧雪的，咁佢就話咧，頭先就講到啦，咁如果人有一千萬咧，咁你突然間變得好有錢咯喎，係啦，有一條錢啦，咁咧我要過啲奢侈嘅生活，你覺得最奢侈嘅生活你要點啊？俾你做一樣奢侈嘅事，你想做咩？一千萬，唔好做一樣奢侈嘅事，冇錯，做一樣奢侈嘅事，你講租買直升機，然後飛到上半空，將一千萬掉落街。當然呢個係好奢侈啦，但係我對我嚟講，我嘅奢侈係咩咧？我嘅奢侈就係要唔攞一千萬，唔係每奢侈就係、是、我可能唔好笑㗎。我嘅奢侈就係每一餐都要食公仔麵，係咪覺得唔夠奢侈咧？係咪覺得唔夠奢侈先？你話係㗎，唔夠奢侈嘛？唔緊要，我要去 Super 嗰度買曬所有日本嘅公仔麵。好配合佢，好配合。淋水啊！我本來諗住淋。好啦，然之後係咪大家都覺得咁樣都唔夠奢侈咧？等我諗諗佢，我仲諗諗佢，我諗佢。OK， 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好，這個汁可以掉的。我諗到啦，我諗到一個最奢侈嘅方法，就係咩咧？我要去日本吃公仔麵。真是美味美料，就是吃一餐午飯的時候喝兩杯凍檸茶已經很奢侈了，誰知道你去日本吃公仔麵簡直是浪費啊。然後車我去尖沙咀車底麵，再不夠的話車我去大埔吃陳漢記，求其說一個。好啦，送給大家唱一首歌啦，拜拜啦。Woo!
望夜，欲望地老天暗，如像冬暖夏凉，满心舒畅的臂弯。周董同個佢演唱會嗰、那個有個 fans 咧，佢同佢講個 fans 話佢媽媽話佢咁多年嚟追周董，你會同佢影一張相啊？有咩意義咁？佢話俾周杰倫知喺個演唱會喎，跟住周杰倫同佢講：你叫我助手留低你個電話，今晚完咗 show 你等我換衫，我同你食宵夜咁樣。跟住佢真係去走去同佢食公仔麵嚟影一張相，我同你影張相。然後鋪喺官網咁樣，跟住真係鋪咗兩份，好開心！呢啲時候，好堅，媽媽就會覺得 OK， 呢啲係巨星先做到嘅，冇錯，先至有嗰個能力。好啦，再見啦！以為唐卿要講傷心事嗰啲人，傷心事啦、啊！唐卿好靚仔，唐卿好靚仔，唐卿好靚仔。我哋嚟一個悲慘嘅版本，唐卿好靚仔完結㗎嘛？唐卿好靚仔，唐卿好靚仔，世界上最靚仔的。繼續啊！你們還不識記，佢點翻去扮靚仔？唐卿好靚仔。再唔关机，佢太靓仔，会爆，会爆魔，爆魔，拜拜，再见。咁难取笑，你系咪以为已经删咗咧？拜拜，唔得噶，你都齐噶，拜拜，系咪已经删咗咧？